他就是冷冷的啊，人家冷冷的。那也没问他说丁丁的，比如说你跟丁丁很熟，然后再跟他装熟，所以我应该也要跟你很熟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陈嘉诚，他们不是说叫他 K 吗？也叫小巨人哦。不是小巨人，是小矮人。小矮人，我比如说很小矮人，应该都知道我在叫什么。什么？那叫什么日子？为什么？好帅，好帅的摄影师啊！很帅的摄影师。对啊。你看，这个看一下。我觉得这个社区我就很喜欢啊，是我刚才讲的，为什么年那么年轻就可以有钱买这种社区？那是他买的吧？